光一灯骨无力，恰恰十八当人心气散。其实哦，跟他一样大的植物比较下来哦，就变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长得很快，哦、所以人家跟他一样比比着来黑对吧？啊，结果伊在灯骨灯下见哦，哇，长那么高，所以边爱人徛在边啊，所以他叫气散，嘿，是安尼啊，心气散。你看他是一颗还是几颗？这一颗哈、哦，有时候榕树没有办法去断定它的什么，因为它没有连轮，它是热带雨林的植物，它的生存机制就是它的种子落地永远不会发芽，因为在热带雨林里面太浓密，种子下去都不了，泥土呢几乎没什么养分，几乎没有养分，因为泥土里面通通被所有的小花小草什么密密麻麻的吸光了。所以你不要以为热带雨林很多养分啊、哦。说那个上会长，它的那个，它被麻雀吃了，它的种子，吃了种子之后飞到一棵树上，一个绿巨人肩膀就是交叉处，它就在那，排泄之后呢，它要那个排泄的养分的同时，再加上这一棵树的雨水就够它生长，这里来，那它的生存机制就是。